掉了小尾巴，这桥已经朽了，嘎吱嘎吱响，万一掉下去，不死也摔成半死。老娘们没这个胆，他过不了桥，咱们走。妹子，别动啊，桥快断了，你过不来的。断一条你过桥不来，我们好命都没了，回去吧，啊！ 慢慢的，一步一步的。 就差这么一点儿。你说说你，你跑过来干嘛？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赶紧回去，别跟着我们。我不回去。废话。
桥都断了，怎么回去？这绕着也得回去啊！要不怎么办？算了，看这妹子铁了心了，带上走吧。算什么算？不行，回去。打不了仗，当个一壶冰总可以吧？妹子，我现在就教你打枪，来。不用，我会。 进来，我跟你说，我去，跟我说，你给我走。站住！你们干嘛去？啊？你来干什么？鬼子上来了。 等等，桥断了，被推路了，干他一家伙，再拖出去。不行，放琴怎么办？大山，到，带着方琴往山上撤。是，其余的存心掩护。走，快走！放开我！走，放开我！ 喂。